一波冰刀二啊，等人回去换了个扫描，我看。这剑圣有闪的，他不闪现，他的距离闪现 A 不到我。
打游走啊，他线上玩不了。不甘一过来，我操，拉不动了。还搞个卡线，他有大的。
可以吧？吃了四层塔皮，一波线。间接的拆塔速度不给你开玩笑的。我操，W 没打到他，哎，我可血空了。
哎，现在这剑圣的 Q 改版了，他可以自己选择 Q 的落地的位置，这 W 都不好减速到他呢。他又没了。